位贵宾，准备好了没有啊？又到中午十二点啊！这个节目呢，台湾万花筒汤轩老师呢，在台中为大家服务啊。Hello to sing 啊，要唱歌了，台湾万花筒要唱歌。好了，待会会唱给大家听啦。哇，才开机就要唱歌，安呢，我压力呢，汤轩老师我压力啦哈。好，今天呢是礼拜一 ，Today's Monday， 11月2号啦啊、哦。这个我们台中的天气风和日丽 ，Sunny Day 啊。我最近都在忙什么事哈、哦？因为12月13号要帮我妈妈做80岁的生日啦哦。这个在我们本省人80岁是一个大寿啊、哦。那当儿女的话，应该是尽一点心力啊。哦啊，邀请呢亲朋好友呢跟妈妈见个面。我妈妈呢在民国84年啊，我从呢这个美国回来，来到台中呢开美语补习班，就把妈妈带在身旁。那民国84年到现在呢也25年了，对不对？25年啊，好多亲朋好友可能25年来都没有见过我妈妈了啊，真的是不夸张。你咋搞？你我看到我妈妈，所以12月13号啊，就特别呢邀请了这些亲朋好友呢啊，能够来到台中啊，能够呢来呢帮我妈妈这个过生日啊，大家热闹一下。然后的话呢啊，我们这个下一代啦啊，如果没有利用了一些机会，大家碰碰面哦。可能在路上走都不知道哦，这个是岁月很无情哦，这个没办法。像我自己的话，我那些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我都知道嘛，因为汤轩老师是家里的长孙。不过呢，我那些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他们的小孩哦，我假使拢唔知呀，他们可能比较知道我吧，因为会在电视上看到 Tony Chen 老师。他们可能比较知道我、哦、啊，但是的话呢，真的在路上走，如果他们没有叫我，我真是认不出来，什么人是什么人了哈、哦。所以的话呢，希望呢，12月13号那天是礼拜天哦，我好好的把这些呢，下一代的这些亲戚呢，来跟他们认识一下啦哦。那12月13号呢，我妈妈的寿宴呢，选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选在台中市，也是我们 UP 直播好看爸爸照专程采访的优良店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宝岛新乐园啊，波豆宝岛新乐园啊，哦，这间是一个很特别的餐厅哦，哦，那个你那个 calendar 给我一下哦，这个很特别的餐厅啊，我们冠姐人也很好啦哦。当然呢，汤丽炫老师 UP 直播呢，好看爸爸照节目呢，我们都特别采访嘛，特别推荐哦。啊，好的地方，汤丽炫老师呢，当然哦，选择呢帮母亲办寿宴，也选择呢我们呢台中的香蕉新乐园呐、啊、哈、哦。香蕉新乐园呢，它的地址在台中市的双十路二段。111-1号、哦、香蕉新乐园啊、哦，这个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呢你们要聚餐呢、啊，要摆桌啦，对不对啊、哦？或者是过年有没有？现在很多人呢、哦，他们就等于是都没有煮年夜饭，因为现在人不多嘛啊，围炉团圆的话，对不对？有的人就说啊，煮吼啊嘛吃不完呢。啊，就这等来被假龟缸哦，啊，干脆就不要煮了。现在越来越流行呢，到餐厅大家一起哦，啊，没有围炉过年啦，啊，这样也比较热闹，它老嘞，对不对啊、哦？那当然呢，我们香蕉新乐园哈、哦，它真的是全年无休哦。那他们呢，春节啦，还有呢，这一个除夕啦，团圆饭都有采预约制啊、哦。香蕉新乐园啊，汤轩老师热情推荐，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哈、哦。好，让先来听第一条好听的歌曲，《香蕉新乐园》。
香香杯，双双飞。这个红鲤鱼，我现在 iPhone 有点问题，麻烦你回办公室来一下哈，来了解一下，谢谢。Hello， 哇，这个有没有呼叫一下哈？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张经理在哪里？呼叫张经理回办公室一下。哦，这个我这个手机呀，不知道突然间怎么样啊，要操纵我不会操纵的哈。这个张经理的话，如果线上的朋友知道张经理在哪里，帮汤泉老师呼叫一下哦，因为汤立泉老师呢在做这个直播，好多手机哦。这只手机在放音乐的啦，放 music 啊，放音乐要唱歌啊 ，I want to sing 啊 ，I want to sing 啊，这个手机卡住了就没办法唱了，不晓得为什么坏啊。这个我最怕哈，什么设定、什么密码那一些东西啊。现在这个手机呀、啊，有的要叫你设密码，设这个密码、那个密码，好麻烦哦。这样我都不想什么设密码，也不是什么宝贝。按照你自己设密码，设一设，可能你也别记那些密码，真的。
我头脑不好，记忆坏，你知道吗？哦，所以不要设什么密码，不要密码是最好的啦。哦，好，如果有看到张经理，拜托一下哈，帮老师呼唤一下张经理哈。好，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威尔进来哈，威尔好，谢谢威尔哈。来，你看一下这个为什么，看怎么用哈，我要放那个音乐。好，这个威尔的话是按摩师嘛哈 ，massage masseur 啦啊 masseur， 有一个字叫 m a s s e u r， 那个字按摩师。She is a masseur, M-A-S-S-E-U-R 来，我确定一下 ，make sure 一下哈。这个字叫按摩师，我们威尔是按摩师 ，masseur, M-A-S-S-E-U-R 哦。哎呀，现在的人都没有在用传统的字典了，有没有？哦，你们都不用传统字典了，对吧？现在的人都好进步哦，哇！现在的你们都用什么呢？用那个手机就可以当字典哦。时代变化好大。以前他小在学英语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个字典哦 ，English Dictionary 啊、哦，这是必要的哦。哇，谢谢哦，谢谢。来，这个我们林淑娟老师要帮我们推荐好看爬爬照采访的店家哈、哦，我跟他留话。谢谢林老师对好看爬爬照节目的支持。与推荐，如果对方乐意让我们采访，麻烦将对方的联络电话跟联络的人告诉我们，张经理会跟他联系，谢谢。好，我们观众朋友哈、哦，这个你们也欢迎你们啊、哦，有不错的优良店家也欢迎你们推荐哈、哦，谢谢林老师对好看爬爬照节目的。哦，我们还是有很多很热心的观众朋友啦。哦，谢谢林老师对好看爬爬照节目的支持与推荐哦。如果对方啊、这个乐意啊、哦、乐意，快乐的乐乐意，好，我跟他回一下乐意啊、哦，让我们采访。让我们采访，麻烦将对方的联络电话跟联络的人告诉我们啊、哦，会请张经理跟他联系啊、哦，会请张经理。谢谢，好，好，这是我跟林老师回哈、哦，好，这个我刚才要教各位这个英文呢、啊，就是那个按摩师 masseur，m a s s e u r 啊、哦，我再确定一下这个拼字是对的 ，m a s s e u r， 确定一下 ，m a s s e u r。好，没有错 ，M-A-S-S-E-U-R 啊、哦、，I'm right。Masseur。哦 ，Masseur。Masseur。Masseur。M-A-S-S-E-U-R， 来，这个字你们可以学一下，按摩师。M-A-S-S-E-U-R 啊、哦，这个字是按摩师。好，威尔呢，本身呢是一位 Masseur。M-A-S-S-E-U-R 啊、哦，那他是住在呢这个啊、苗栗啦啊、哦，如果呢我们有观众朋友。你啊，喜爱人家按摩，他呢，一个小时是收台币600元啊、哦。那如果外县市，他也可以跑，事先预约，再跟他补贴一下车马费就可以了哈。M A S S E U R， 来，按照我讲进来，迄英语该晓得。M A S S E U R 这个字才是 masseur 按摩师，好、哦。按照不行，你再给他改一下 M-A-S-S-E-U-R， 因为干爹是英语状元 Tony Chen， 阿丽你是我的干女儿，你的英文弄错了，干爹要赶快给你纠正。
啊，不然要上苹果日报啊，跟大新闻 big news， 然后我们威尔现在呢在线上哈、哦、very good， massur very very good 啊、哦，现在打得很好啊、哦，这个字大家就学起来了 ，massure， 好，有人说 very good 了啊、哦，谢谢你啊、哦，我们皮卡这个很近啊、哦，说 very very good， 谢谢啦啊、哦，你说我干女儿 very very good， 对啊。我们这个威尔啊，这个 very very good， 他在按摩呢。他说真的，他都是以客为尊呐、啊。啊、哦，你们如果敢跟他要求啊、哦，他能够配合，他会尽量配合啊、哦。啊，他如果有困难的话，你用小费给他鼓励一下，他也是会的啊、哦。他没有尺度的啦，然后不单按摩哦，找我哦，还有呢哦，这个在这。找我这个发型整装哦，也可以的哦，不只叫按摩啦，男生大概比较喜欢按摩嘛，女儿啊，哦，查甫囡仔我嘛知呀，查甫囡仔拢喜欢查甫囡仔该摸摸的安尼，摸摸伊爱的 happy 呀啦，伊的筋骨安尼疏松，伊的 happy 呀啦，哦，啊，如果是这个哦发饰啊方面，可能要女孩子啊，哦，女孩子，男生都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喜欢黑的啦哦，这个啊、我们的皮卡这个很近，皮卡很近是吧？哦，这个他是皮卡很秋哦，他是讲皮卡很秋哦，对呀、啊，我们威尔知道了皮卡很秋哦，皮卡很秋，告诉我们说男生都喜欢黑的啊、哦、，black。喜欢 black 啊，皮卡很秋。你住哪一个城市？哦，来，我给你预约。你要住在哪一个城市？你跟我讲，跟汤丽萱老师讲起来，看你住在哪里哦。这个，来，皮卡很秋讲什么？老师，我认识你很久了，老朋友啦，谢谢你啦。啊，你是不是改名字啊？你以前用什么名字？皮卡很秋、欸，哎。皮卡很秋对我来讲是一个新客户哎，新朋友。可是你说我们是老朋友的，那你有改名字吗？皮卡很秋，哦，哦哦哦，你是新汉呐、啊，哦，那新汉就是老朋友了。你好，你好，新汉，这个真的是老朋友了哦。新汉，我就不敢了，我不敢这个让我们威尔哈、哦、给你按摩啊。因为我们威尔他没有尺度、哦、我怕你新娘子来找我，我也拍死了、哦、因为你的婚礼我有参加哦。啊，是新汉，你的那个设计公司看排什么时候？排什么时候要去采访再跟我讲？真的、啊，皮卡很秋哦，真的，新娘子 OK 哦，我不能莫讲啦，你莫讲，我莫讲。天灾地灾，你灾我灾，那么把人灾，吼、哦，对啊，因为人有时候这样子啊，有时候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秘密，哈、哦，有时候也是要一点秘密呐、啊，哦，也不能那么公开，对不对？所以没人知道，他就不知道，那我知道，饿啦，啊，像汤轩老师啊，我也常出国哈、哦，这个做直播。那其实我常常出国，有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一起出国啊、哦，只是说他们在直播的时候都不会出现啊、哦。然后呢，他们那个太太好好玩哦，他们太太就说跟汤丽萱老师出国，他们很放心哦。我讲在拍谁？哦，跟汤丽萱是老实人呐、啊、哦。像上次我们到俄罗斯有没有？哦，那全部是金丝猫。哦、跟我到俄罗斯的每一位朋友，对不对？都有去被金丝猫抓啊、哦！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真的没话说了啊、哦，那个漂亮，他们呢敢出来做，对不对？那他们就绝对是漂亮了。因为无阿婆啊啦，阿婆阿婆市场哦，啊，大家嘛是拢安尼去抓抓抓，抓抓抓，真的抓回来拢再回味无穷的呀、啊！哦，来皮卡。很秋说威尔，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知道哈、哦。这个
我们为了如果抓到皮卡很丘算赚到呢，真的呢赚到哦。为什么？因为威尔怎么讲？老师跟你讲，这位哈、哦、皮卡很丘哈、哦、在引导诶，哦，伊是帅哥啦，哦，你个俩好外公，你嘛回味无穷。啊，俩也帅哥，这是电影明星级的哦。那个也在饭店对不对 ？Superstar，Superstar， 六星级的啦。伊饭店来个讲吼，伊是六星级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按到皮卡很丘啊，应该是赚到了哈、哦。那当然，如果皮卡很丘有需要，威尔啊、哦，我干女儿呢，真的随时准备好了。哦，她很敬业啦，我干女儿很敬业，真的。爷爷各位，我随时都准备好了。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 啊、哦，随时都准备好了，然后。好，这个没有照片，谁知道他真的是 superstar？ 威尔啊，你相信干爹啦？干爹的话，哈、哦，这个不乱开你玩笑的哦。因为这一位他刚才讲的，他真的，他跟那个我们嘉义的小鱼差不多啊、哦。我在 up， 我在直播多久，他们就看我的节目看多久了哦。这个看我的节目有超过四年的啦哦，那他的婚礼呢 ？wedding， 汤恩劝老师还特别哦，从台中哦，然后上台北参加，可见呢，这一位呢，他不是一般的啊、哦、观众啊，真的是 VIP 级的。他本身在台北哦 ，she's in Taipei。好，谢谢皮卡很丘，来你们在互动，来听这首。兰花草。谢谢，来这首歌呢很优雅幽静，有没有？兰花草啊、哦，希望大家会喜欢。在呢10月31号，就是上个礼拜六啊、哦，我们台北呢
第十八届同志游行啊、哦，这一次呢，这个第十八届台北同志大游行呢，它的主题是成人之美啊、哦，然后呢，这个艺人呢安富啊、哦，来当呢我们第十八届台北同志大游行的这一个代表人呢哈、哦，这个十八年呢就不简单。这也是另外一项台湾之光了、哦、真的，其实、如何学习呢？对待每一位呢不同性倾向的朋友、说来简单，但是做来呢是一条呢很漫长的路了、哦、那最少我们台湾、我们做到了、很棒。我有没有参加？我今年没有参加、为什么？因为我陪我妈妈、如果我没有陪我妈妈去旅游的话，那我就会参加、哦、那我现在没有参加，但是我的心里呢还是呢这一个、非常的支持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呢、哦、就是呢我们、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得到我们台北，看得到台湾，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的话呢、汤丽雀呢 UP 直播呢好看爸爸照节目，我们也到很多呢城市啦、出国去做很多的外景啊、哦，然后每次呢看到呢这个国外啊、有些城市一些店家，他们会挂着这个彩虹旗啊、哦，那这个彩虹旗呢是同志呢它的一个代表啊、为什么用彩虹呢？代表呢红橙黄绿蓝靛紫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这一个啊、性倾向的朋友。大家能够在一起和睦相处，就像彩虹一样绽放出美丽的光彩、哦、这个很有意义了、哦、那我知道我们现在台北呢西门有没有西门捷运站呢它有一个彩虹的斑马线，那听说台北市政府前面、哦、也有一个彩虹的斑马线呢、哦、所以各位好朋友，下次你们在看到彩虹的时候呢、哦、就想到呢它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哦、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彩虹英文叫 rainbow， 哇 rainbow 是彩虹，好奇怪哦，按一下主画面来打开，我就不要按奇怪哦，打开了 yes I did、哦、终于打开了，来这个打开了就可以为你们唱歌了哈、哦，今天汤小三面为你们唱个歌哦，得一点光，哎呦 ，sorry， 一按唔掉，我个试一下看麦 ，one more time， 得一点光，我想要唱那个舞女呢，舞女，我再试一次哈、哦，哇，舞女，舞女这首歌哈、哦，来，汤小三唱歌给恁听哈，多谢。我看看 OK 吗？看这舞力，哇！这个为什么这个版还不 OK 的？好，我换一个版本没关系。奇怪，干嘛怪怪啊？你怎样？正常没安呢？安呢干嘛怪怪啊？好，我来看看别的版本会不会比较好。好。哦哦，但这又不行，你要为什么吗？本来要用陈小云的版本啊，可是陈小云的不 OK， 可罗大佑的舞力又不一样，哎，那个罗大佑的舞女跟陈小云的舞女不同，哦，陈小云的又没办法动不了，啊，罗大佑的又不要唱。哦，真是的，真可怜呢。哎呦 ，It's a pity, it's a pity 哦。好啊，卖牡蛎啊啦，牡蛎都无办法哈 ，No way, no way 啦啊、哦、，No problem。我看这版本呢，我打扮窈窕的模样，为人夸哟来哟去。游来游去，红红的天，红灯，闪闪烁烁，
闪闪兮兮，因阮是英雄兵。啊，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啊，万流着目屎，也是加加笑，嗨嗨，来来来。哎，来来来来跳舞，脚步那是叮当，不管你是啥人，甲伊当作人吧。哦，因为他没有音乐啦，我就唱一小段啊。每个人都闯，坐在自己屋保留，既然爱上心头，动不动就说爱我，也不问我要什么，给一个做不到的承诺。留不留你又如何？反正你还是要走，只盼望别太痛我伤口。动不动就说爱我，谁有量过爱多久才能当做一生的承诺？留不留你又如何？一旦尘埃落定后，就让泪水洗清我伤口。哟，来，这首歌叫《动不动就说爱我》啦，哈、哦，来谈到这个爱情呢，哦，说真的，欢迎小鱼进来，哇，小鱼好，小鱼，你上回告诉汤林雄老师说你受伤了，还好吗？啊，真的非常的关切您呐、啊，哈、哦，这个
你是受伤，脚受伤还是哪里受伤？ Did you get hurt? 哦，那有没有关系啊？ Are you okay? 哦，希望你早日康复哦。然后呢，老师呢上个礼拜带妈妈去嘉义故宫南院哦。小鱼，听说你没有去过嘉义故宫南院吗？你没有去过哈、哦，我非常的推啊、真的很值得去嘉义故宫南院，很值得去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个票价好便宜哦，才150块啊，很便宜。第二个，嘉义故宫南院呢，它呢这个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湖，那应该是人工湖吧？啊、哦，它那个桥也好漂亮哦。那这个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哈、哦、，Bless you 哦，祝福你 ，Bless you， 那真的很漂亮。然后呢，它的这个庭院很美哦，跟呢台北故宫博物院完全不一样了哦。然后呢，它这个建筑也很特别哦，那个是像一个艺术品一样的，那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哦。那唐立轩老师啊，这一次也在呢。嘉义故宫南院呢吃了午餐哦，吃了午餐，他们呢有上那个新闻哦，就是他们有翠玉白菜哦，那因为我们为了要拍照就点了个翠玉白菜哦。那有人问我说，汤轩老师啊，你吃翠玉白菜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应该这样子哦，就是说他这翠玉白菜是很漂亮哦，就像国宝的翠玉白菜一样的哦，不过呢因为它本身是属于腌制的东西哦，那因为汤轩老师本来我就比较少吃腌制的产品了哦，腌制的我比较没有在吃，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个翠玉白菜算比较咸呐、啊，对我来讲是比较 salty 的哦。不过呢，因为为了拍照嘛哦，就是我们有点了翠玉白菜才能够拍照哦，才知道说。原来呢，我们在呢故宫南院哦，他们的餐厅对不对？然后呢，有呢这一道翠玉白菜，那翠玉白菜也没有很贵啦，99块而已，就是一颗呢腌制的白菜，99块啦哦。跟你们分享一下，汤轩老师跟80岁的妈妈在呢嘉义故宫南院用餐的心得哈、哦，来。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呢，下站Thank you.
又来这首歌《掐站 Train Station》啊，送给大家，好听哈、哦。Train Station， 谢谢谢谢啊、哦。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呢你喜爱呢看汤炫老师上综艺节目的话啊、哦，明天呢11月3号礼拜二晚上10点，我们看36台啊、哦，36台可以看到 Tony Chen 老师啊。哦，小明星大跟班啊、哦！大家告诉大家，小鱼有在线上吗？小鱼会有空看吗？啊、哦！老师把这个节目呢跟你们预告一下啊，11月3号礼拜二，就是 tomorrow 啊、哦，突然给他摸下去 tomorrow 啊、哦，这个明天晚上10点啊、哦，他1个小时的节目了啊、哦。这次的话呢，我是第一位啊、哦，这个 Q 我了，我第一位啊、哦，所以的话呢，一看就可以看到 Tony Chen 老师了哈、哦。喜爱看 Tony Chen 老师啊、综艺节目的朋友啊、哦，明天记得11月3号礼拜二晚上10点，请看中天综合台啊、哦，应该是36台小明星大跟班啊。哦，就带给大家欢笑啦，秋秋啦啊、哦！反正呢，我们呢谐星哦，啊上电视就是要搞笑给大家，秋秋啊，一笑解千愁啦啊、哦！人生呢，这个在世哈、哦，如果我们用开朗乐观的心啊来看待每一天，天天都是好日子啊、哦，大家拢啊好日子 ，every day 啦。Every day, go a go b i g day. Every day 都是好日子，然后希望大家好心情，那过呢每一天快快乐乐。好，下一首歌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哦。那这位艺人呢，他本身也是单身，哇，比我还资深呐、啊，他真的是前辈哦。岁月不留人，真的，他年轻的时候好帅哦。来，你们听一下这个歌是谁？汤炫老师为你们献唱《苦酒满杯》。人说酒能消人愁，为什么饮尽美酒还是不解愁？杯底欢饮总是梦中人，那出去寻找他，我还是在斟上苦酒满杯。滂沱，我还是在斟上苦酒满杯。我说酒不知愁，为什么它有甜蜜也有苦伤悲，酒可
吧，我还是在镇上苦酒满杯。哟，要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贵宾哦，甘温老师要特别谢谢你啊、哦，在呢谭小老师唱苦酒满杯的同时呢，我们八九八九啊，谢谢你送老师一个应援灯牌啊、哦，谢谢。那小鱼现在帮我们送出了玫瑰花，谢谢，多谢多谢啊、哦，我们热情的朋友，你们的打赏啊啊、哦，真的当主播啊、哦，真的像小朋友一样，你们知道吗？啊、哦，这个在唱歌的时候，你们一打赏哦，汤小老师就越唱越有信心哦，你了解不？本来不会唱，拢变会晓唱，啊，会晓唱拢变唱着好听的了哦。真谢谢，我爸爸说要敬重长辈，谢谢你啦，八九八九哦，你真的是一个好孩子耶，很感动。你住在哪里呀、啊？你说汤小老师是长辈不为过呢，我在演艺圈都21年了哦，那汤小老师教书教了39年了哦，你在台北啊？哇，你爸爸真的以你为荣哦，他还会记得爸爸说的话。我爸爸说要敬重长辈，哇，我以你爸爸哈、哦、这个为荣，有你这么好的孩子哈、哦、啊，这么懂事。你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是 UP 呢，由汤小老师主持的《台湾万花筒》啊、哦。那这个节目呢是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啊、哦。那你可以追踪老师的房号啊、哦，我的房号是Tony Chen， 好像只有 Tony Chen 而已 ，TONYCHEN Tony Chen 啊、哦。那台湾万花筒呢是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六休息啊、哦，礼拜二、礼拜六。不过你如果可以追踪汤小老师在 UP 的房号，我开播的时候就会通知你。那另外我还有一个节目呢，在 UP 呢就是叫好看爸爸照。好看爸爸照呢，我们这是出外景啊、哦，出外景一次外景就是2个小时啊。我们好看爸爸照呢，大家看节目可以拿好看的啊、哦，所以好看爸爸照呢是主要帮汤炫老师呢拿到 UB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你看我目前 UB 现在收到674万2115啊、哦，这个都是要靠好看爸爸照。然后呢，最近呢，定案的好看爸爸照呢，会在11月10号，礼拜二啊、哦，就是下个礼拜二会出外景。啊呢，11月10号要去哪里呢？我们11月10号呢要去新红叶山庄啊、哦，我们世界三大呢这个啊、泥沼温泉之一啦啊、哦，世界三大 Top Three。就在我们的台南关子岭啊啊，要去采访台南关子岭呢，我们这家温泉饭店啊，叫新红叶山庄。来，新红叶山庄呢，它的地址在台南市白河区关子岭65-9号啊。那提供的呢，就是我们的住宿券啊。它的住宿券的话呢，是5800元起哦，5800哦，住宿券是5800。那在我们好看爸爸照呢，我们只用台币1000，或者是 UB 2000就可以跟各位兑换了哈、哦。啊，如果想要换的朋友，你们用 LINE 8253TC 告诉Tony Chen老师啊、哦，这是好看爸爸照。好看爸爸照呢，如果说换完了就没有了哦，所以。要换的朋友动作就要快了哈、哦！来，老师要记得口罩跟酒精，会啦，哦，会的，谢谢你的提醒，没问题哦 ，no problem 哦。他说老师要记得防疫措施，应该的哈、哦。那待会节目过后呢，汤小老师要去呢我们台中呢国美馆啊、哦。今天呢，我们台中呢国立美术馆呢。是新就任馆长交接典礼啊、哦。那汤炫老师呢还有一个身份呢就是记者啊、哦。那也收到他们的邀请函，想说呢
也过去一下哈，因为呢，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交接还是一件大事，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不对？也算是呢记者的福利啦。平时呢，你要去国立台湾美术馆哈，你要去看，还要买票，他是要买票的。张经理，你帮我查一下，他一张票是多少？他是确定要买票。国立台湾美术馆一张票多少？你查一下那一张票多少？有没有人去过？知不知道一张票多少？在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一张票是多少？哦，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记者采访，对不对？就可以免费过去。谢谢啦，八九八九说，因为你已经是国宝了。没有，我过去不必票，不是因为我是国宝啦。哦，真的不是我是国宝哦。原因是因为我是记者身份呢，因为过去采访，所以不必买票。那就免费。哎，国立台湾美术馆是免费吗？每天都免费吗？是这样子吗？哎，我不大清楚，你确定吗？有这是官网的。真的啊？哦，那我们现在去确定一下，国立台湾美术馆进去看是免费哦，那么好哦，有那么好哦，真的、哦。我不知道，我要确定一下 ，make sure 一下。哦，如果他免费的话，我们要推荐北投的朋友过去啊。哦，好，这个我今天去确定一下好了，好不好？这个礼拜三再跟大家确定一下哦，到底是要票还是不要票？哦，那今天呢，这个贵宾呢是文化部李永德部长会来兼交了哦。那我们新任的馆长呢，他原来是国父纪念馆的馆长哦，那叫做梁永培啊、哦、梁永培啊、哦、这个会这个接任了我们新的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馆长哦，那汤秀老师受邀观礼啦啊，也现场采访，会做一则英语新闻报啊、哦、就是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那我这次去也确定一下哦，如果国立台湾美术馆参观是免费的话，哦，那我会大力帮各位宣传哦，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让大家能够省钱呐、啊、，save money 哦。那种免费的地方呢，在我们呢台湾万花筒节目，我们都会特别讲哦。为什么？因为能够帮我们 Magic 的好朋友省钱哦，汤轩老师一定会大力宣传呐、啊，谢谢。哇，我们今天收看节目来到了777位哦，虽然今天没有看到我们小编小皮球哦，不过呢也挺好的、啊、也来到777位哦，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啦，真的在感谢你的感恩哦。来节目最后呢，让咱听这首《唔敢忘》哦，喜爱汤立轩老师 UP 直播的好朋友，明天礼拜二汤立轩老师休息啊、哦，那我们就礼拜三中午12点再见喽，谢谢你们，祝福大家礼拜一工作愉快，事事顺心平安，谢谢喽，谢谢八九八九啊。中午有空常进来啊、哦，大家交个朋友。老师的 LINE 8253TC 也欢迎你加好友，拜拜。
伤的我也处理。谢谢八九八九，谢谢你的礼物喽，万分感谢，谢谢你。八九八九，唐立宪老师在台中，我在台中，你在哪个城市呢？哦，你在台北啊？有空来台中玩哦。台中玩可以住那个我们房东的 Airbnb， 我帮你订哦。他一晚的话大概六七百就可以了哦。如果说要到台中，可以安排两天一夜来台中玩，啊，住 Airbnb 啦哦，可以比较节省住宿费用。哦，老师帮你们推荐啦哦。很多观众朋友来台中都会跟我讲。说老师你帮我订啊，那个 Airbnb 啊，啊因为呢我订的话房东会优惠啦啊， Airbnb 啊，有需要的话再告诉 Tony Chen 老师啊。那老师的 line 呢 8253TC 啊， 8253TC 啊，还没有加好友的朋友可以加好友。那再次谢谢啊，我们线上呢有836位收看的贵宾，谢谢你们的支持咯。我们台湾汪汪统礼拜三见咯，拜拜，大家午安，拜拜。